没有啊，无聊给你而已对啊，啊，给你做纪念，结成大就。啊，走，给音乐啊，音乐要被接，嫌弃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应该不痛吧？没扣什么血，因为我这个完全没强化，完恶全没。魔城，嗯，糖与新香料，好啦，其实繁星，我是要不来要，找找看你有没有不要的琥珀。琥珀，嗯，目你前说没有黄用到黄的啊，吗？你呢？对啊，我那边好像还有，也有一些吧，我要想很大量是不是？不用不用，不需要很大量，一点点就。就那个箱子，对啊。哦，你挖了好多哦，只要一点点就好啊，了。安安啊，忘记开 BGM 了，难怪少了什么？我要重新练我的武士刀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摔有啊，就死上一了。次那个啊，就我之前哦，讲的，我装了汉化，然后坟墓不见，你装汉化是简体的还是繁体的啊？就是哈基他做那进个的啊，吧？那对如果啊，你用原本简体的呢？我是没事啦，我不敢试，我反正现在英文没事，我就用英文那你就空装啊，空装去试看看啊。的。对啊，我可能之后来试一下好了。就是直接装你说的那个简体版，就是原本那个简体版啊。真的很神奇耶！为什么明明我觉得跟材质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是居然有关系，不知道哎，超莫名。可能有动到什么东西吧。嗯，安安安安，大家安安。隐约一个观众抢先看到我的法杖偷了，哇，看，破梗抢先偷看，喽！抢先体哎验，呀，预告片，预告片，预告抢先，抢先，今天要先来改善这个物流，不然每次箱子里面都会囤积一堆元素，都没有送过来，它送太慢了，要改善它。玩物流感觉就很花时间。我应该是用个简单的 AE 在底下吧。嗯，可是玩模组，他看模组，然后都很喜欢 AE 耶，不知道怎么一堆人问好说你有没有想玩 AE 什你，么的。好想你，因为好想你，AE 就好是很想方便的物流你，系统是啊，真的真的大家好都想想看的你，感觉，不是是。假的假的我这好边会想用一个你。小块的啦，一小块的感谢放小元巨素的丁。物流。嗯，谁会用到元素啊？目前。很多人啊，你们很多人都有用到啊，都有说他要什么元素，我就有中啊。哦，你的元素是指你种东西的那个元素哦，懂了懂。对啊，我一直以为你是说什么风水晶微微那些的元素，想说不哈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觉得神秘。感谢福袋，好，先来改善吧。那首先我们要先做，我先把这几个东西往下搬好了。右键就可以收了，不行，我右键收不了，地狱疙瘩，为什么？收得起来哦。我可以啊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拿东西在手上啊？我觉得有可能哦，要他空不能，手。他要空手才可以收。哦，哦，嗯哼，这个先换掉，OK。好，你们要不要原木啊？好啊。这里有好多我哦。应该需要，我每天都拿了一批走了。我需要大量，因为之后可能还要弄东西，白 皙每天拿一批，然后他还有1万多个元素。太多了。每次都拿了老祖我要啊，二去等十一那组组。吧。你可以丢二给十一，我。我先塞一些原木给你，耶。因为太多了，我要整理东西。你要放哪边？那去，我的仓库，跟我走。仓库，这里有几嗯哼，地方？看，这样，上面随便一个箱都可以，上面就随便一空箱的子。就可以，对。好了。钻石用出来了，对啊，上一次钻石就用出来了，然后我还加大了它的产量，现在钻石还算是蛮多的。吼吼吼吼！
后期会用手持电脑吗？等到有稳定电力的时候再用。哎、欸，现在电力还不够。去繁星家的刷怪场练一下。收起来。什么样子？都长蝴蝶。长什么蝴蝶？动速曲啊。嗯，这样很好啊。啊，是之前没有啊，怎么突然会有？害我一直不能专心工作。为什么？想抓他们，想追蝴蝶。嗯、哦、这表示你这里很自然啊。环境自然。说我有用林业的东西，可是只种项目而已啊。啊，给我下来！搞落来，统统给我落来，下来。一二三，回家。充能台，充能台我自己做了。充能台自己做了，自己做一个比较实际啊。不然是去杰克家。木元素放在中间箱，转到大家的家。哦，你是说那个有特殊的中间箱哦？不用啦，要去再去他家拿就好了。家很多啊。然后他是说木元素可以用在一个中间箱，那中间箱就是你的颜色可能是白白白，就是木元素。啊，白白绿就是另外一个元素这样子。也是可以啊，不过如果我这边没有人挂着的话。他就不会补充了吧？欸，那不是要自己手动放进去吗？好，好像可以那个欸。我记得模组的好像可以直接用导管导进去欸。哦，好像啦，好像。这边要稍微改造一下，然后烧好的东西要往。上面送哦，这就是林业的树、哦、啊，怎么之前没有？有了。然后合成台要放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放进去。不要再追蝴蝶了，不要再追了。这样倒过来，应该行吧？它要倒进来吗？啊，有了。然后这边吸进去，看砍个木头也有火花，进这边多棒啊！哦，你那个也改了、哦，对啊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整片下来啊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耶，波浪符，新年快乐，波浪符。哎，谁是谁？感谢呼噜噜续订五个月。咕噜噜，咕噜噜，然后底下，我们来看一下 A1 的东西。A1 的东西，首先要先做电力的这个，电力这个要噜噜弗鲁伊克斯水晶，弗鲁伊克斯，好，看一下哦，我不需要做到很高级的东西。储存总线这个吧。M1 接口 ，M1 接口它需要这个核心，这个核心需要波及处理器。我记得这些好像杰克家都有，我们等下去杰克家弄。那我需要带什么？水晶，你要去大陆了？谁要去大陆了？分钟。这样。OK。水晶有了，然后要这个粉末。粉末的话要用。这个水晶去磨，然后把石英
石英跟下界石英，下界石英充能石变成充能的。他们在干嘛？摩奇啊，突然就消失了。对啊，怎么办？他被带走了。动财经，开始发展以后，有人在玩奇数了吗？不就小雨吗？他加一个人偶啊。小雨不是玩 Botania 吗？他不是奇数啊。奇数是什么？奇数是另外一个啊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魔法模组。那个吗？哦，不是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活木花生。充能的赛特是水晶，所以我要先做充能器才对。有人玩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奇数是什么？奇数是，奇数该怎么说呢？是要一直拿放大镜去照物品，然后可以获得一些元素的魔族。哈，当柯南哦。啊哈。充能的赛特斯，充能的赛特斯在这里。我先做这个，先把这个充电器做出来好了。上下需要赛特斯水晶。YT 说故障啦，一个人没收到通知，又坏掉了。石英红石，石英啊！我今天要做一个东西，先去看一个观众的台。嘿，他用的是什么？房发电机哦，厨房发电机。嘿，不懂。那叫厨什么发电机？厨用发电机。厨用到底是什么发电机？厨房用发电机，厨用。它的燃料好像就是作物。哦，的样子。好像蛮简单的哦。对，然后他叫我一次盖三台。对吧？繁星讲话有点小声，等一下哦。我就很小声啊，怎样？拉一下。没有，而且今天有点累呀、啊。有点累，今天怎么啦？昨天剪片剪到五点，然后早上十点发的影片是五点剪好的，然后哇，睡到八点被热醒来，然后继续剪。然后下午五点的影片是早上剪的，哦，哇，所以你想睡觉、啊，一整天都没什么睡啊。主要是我小侄女啊，一直叫，干嘛吵？吵着要跟你玩啊？没有啊，在旁边吵，在玩，他们在玩闹，我还 OK， 这我还可以 OK， 我还睡得着。主要是我大姐，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聊天都按扩音？扩音，他是、啊、嗓门大、啊，都聊天都按扩音啊。兔子也是喜欢聊天按扩音的那种啊。感谢礼物，至少没延迟了啊，也是啦，不然你们那天延迟到。QQ， 你刚去哪里？刚找你哎、欸。哦，你说我吗？哦，我刚刚在听东西。听东西？嗯，就是。明天的一片的东东哦，刚站立了一下，什么、啊、什么东西？忘了哎、欸，哦，你在干嘛？我在重练我的武士刀、啊。哦，我的武士刀就没了。聊天真扩音，哎呀，嗓门大就用扩音啦、啊，就是扩音的意思啦。村民集中营终于升级了，没有，又有在增加。我多了一个是神选之人该去的天堂世界，神选他们被选召了，我把用不到的就拿去回收了。
像而且啊，我昨天又繁殖到一个新的红衣牧师，他卖共振是红水晶欸。红水晶？你说那一颗、啊、一颗圆圆的那个吗？对啊，还是那个做得出来？那个我记得挖矿的时候才有吧？哦、嗯，对啊，因为我挖的东西不多，想说哦，这个会不会很稀有，就先留下来。嗯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真的是烂东西耶。怎样？有个皮肤商人啊，嗯，他卖的东西是把你的外观稍微改一下而已，一些稍微改一下特殊的装饰品，比如说灯泡啊、火把，嗯，就类似凿子一样的效果。重点是凿下去很丑。嗯就是改变它可能是白色的气球，凿下去变成很像斑马纹路的气球。好像没有比较好看。共振水晶可以用中介珍珠做出来。哦，哦没关系，我要现在用这个了。除用发电机，熔炉发电机，机械方块要三台。嗯，全部丢下去磨好了。嗯，自行 ATM 2.0 脚步比别人快大截，什么意思？啊，说人话。什么 ATM 2.0脚步比别人快大截？还是他意思是说他玩 ATM 2.0，然后他脚步很快？我不知道他是说你耶，我、啊？他是我？对啊，团团啊。他说：“团团干脆自己先行 ATM 2.0，脚步比别人快一大截。”什么鬼啊？你讲什么？我听不懂哎、欸，我听不懂，所以我才问是不是？而且重点是，如果是说进度是你们比较快吧？怎么会是我啊？我算慢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是我？我还在听课哎、欸。不是哦，你听课玩很久啦，所以都还在这边啊，没有进展啊。你玩得很深哦，你听课不是玩得很深吗？也只是在研究东西而已啊，一直在看书而已啊，没有研究什么。那这样子起码影月是最快的啊。对啊，影月才是吧。我是提供大家各种物资啊。我就想说什么关我什么事啊。好了，团团没有开台哦。嗯，没有吧？欸，我那天才想说哪个白痴会在这个模组做个铁针，后来发现，欸，我有做欸。装饰品啊，还不错啊。铁针有时候会用得到啊，我有用到啦。哎呀，我修装备要哦。欸，团团，如果你武器的材料够的话，其实不用付经验苔藓，浪费空间。是哦，可是我这个是琥珀跟马玉林哎，马玉林想说啊，马玉林有在量产了、啊，有量产啦、啊，是菇跟那个啦，菇跟阿迪特啊，已经量产啦、啊嗯，嗯，好像也对，不过我附上去啊，我看到啦，你问都不问啦、啊，因为我想说正常不都会附吗？那是我们前期比较没有资源的时候，嗯，资源匮乏。没关系，礼物、啊白啊、看着他自己慢慢修也是很爽快。我要这样说服自己，要欺骗自己，没有，这是乐观的选择。跟鬼的话，等一下鬼版要怎么做？嗯，跟不是啦，一二三，这个哦，我们来做歌。我、哦、一次做四个哦，水银石银拿去烧，做一个就好。石银拿去烧，好。石银粉拿去烧，再来是铁熔炉，熔。安，刚来的安，是不是没电了？还有。
奇数有说明书，繁星可以试试看。第六代奇数已经跟旧的玩法不一样的了，繁星可以试试看。他应该说他是说 Funcraft 吗？嗯，那个的确差很多。奇数还包含了魔降魂的魔域领域，认真。你要搞死繁星哦！你要搞死我、哦，是不是很难啊？那个，嗯，哎，以前版本的就已经很难了，现在的有改应该会更难吧？你是不是想搞死我？你是不是想弄我？